Hello， 我是 Herman。 今天这个片段是讲受饥儿滋养计划 Nourish the Children 和 Vitamil 物儿餐的故事，要由2002年开始讲起。当时世界上有一个数字告诉我们，全球每6秒钟就有一个小朋友因为营养不良而离开世界。同时我们知道，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偏远贫穷落后的地区，有一样东西叫做贫穷链。贫穷链第一点就关心到粮食的问题。基于农民的能力或者天灾旱灾的原因，很多时连基本的食物都找不到。他们很努力耕种，但是碍于失收或者耕种出来的食物不够好，而令到他们要挨饿。即使他们偶然找到食物去维持生命，但是食物里面不够足够的营养，也都不能够令到他们健康。莫说他们的下一代出世，在小朋友成长的时候是需要多种的营养，令到他们的手脚、身体器官甚至脑部有健康的发展。小朋友身体只是能够饱肚，不能够有营养的话，他们每日起身要面对的就是肚痛、肚泻的问题。可能他们附近已经有学校，可能他们有人愿意教他们知识，但是他们离开不到自己的床，离开不到自己的屋企，知识对他们来讲都是太遥远。再加上缺乏知识的上一代，真的不觉得知识可以改变他们当下的情况。于是很多时小朋友只是成为下一批的劳动力。当他们没办法透过学习知识而改变自己将来的时候，他们亦都缺乏世界上的竞争力。即是说他们没办法透过知识的增加去做更加有价值的事情，换取高一点的生活品质，回来改善他们贫穷的问题。这个就是贫穷链了。世界上有很多援助机构都尝试去帮这一班人，或者去打破这个贫穷链。有些机构提供食物援助，有些机构提供医疗的服务，有些机构去办学，有些机构去善用他们的能力去提供就业职位，甚至带他们离开他们的困局。但是这样够不够全面呢？受饥儿滋养计划就是希望透过一个全面的方案，从各个部分入手。这一包 Vitamil 物儿餐里面有足够的粮食给小朋友可以在每一日得到温饱，而当中的营养也都经过专家的研发，令到他们可以健康成长。透过我们同不同的国际认可地区组织，将这些物儿餐有效地发放在学校，令到家长知道给小朋友上学是可以令到他们温饱之余，甚至带他们的食物回家。于是小朋友有机会上学，在学校里面学习知识，透过我们的助学金令到他们可以学习更高的学问，令到他们可以去做更好的职业，继而透过结果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。物儿餐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。Newsgen 在世界上两个地方设立了物儿餐的厂去生产物儿餐。一个就是非洲马拉维，即是说非洲的心脏地带，好比美国的纽约。另一个厂设在中国的黑龙江省鸡西市里面，每一包的物儿餐都可以提供30份物儿餐给小朋友，4岁以下的小朋友一包可以吃一个月，4岁以上两包就可以了。每一包的物儿餐有25种维他命和矿物质，里面的成分是我们的科学家特登研发，专门给第三世界国家长期缺乏营养的小朋友而用的。当中针对脑部发展、肠道发展和身体健康发展，令他们很快见到效果。有了健康的身体，透过物儿餐摆在学校派发，小朋友就会上学。他们都会在学校带些物儿餐回家去帮助他们的家长，帮助他们的屋企人。而同一时间，廖先亦都设立农业学校给大人、给农民，教他们如何有效提升他们的农作量和生产效益。计划里面分两年的学习，第一年由我们的老师教他们怎样去耕种，第二年就要他们回到去他们的村落里面做小老师，教他们的村民成长。透过有效的耕种方法提升了耕种的结果，令到他们不单止解决饥饿的问题，甚至有足够的粮食去应付旱灾的出现。而廖先亦都同他们作公平贸易，将他们的农作物买回来做物儿餐的材料。而物儿餐的生产地方分别就是两个最大受益的地区，因此在个厂里面，我们拿买回来的物料加上当地请的工人，
制造一包一包的物宜餐，最近距离最低成本的物流去运送给有需要的地方。这两家厂的运作岗位就由当地的居民去担当，令到他们多一份收入。因此小朋友用好物宜餐，他们的知识会增加，因此他们有成长的能力，而大人亦都透过工作的回报得到更多的收入。两边加埋就能够真真正正做到脱贫的效果，透过知识改变命运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。因此受饥儿滋养计划 Nourish the Children 的方案可以说是解决世界贫穷链的一个全面方案。计划得到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单位、很多的名人去支持。我诚意邀请你成为一个捐助者，令到物宜餐可以送到去世界上有需要的朋友手上，给一个希望他们改变他们的命运。想知道更多的详情，可以浏览 forceforgood.org 或者向展示这个片段给你的人查询就可以了。